开的。好，现在那个总理现场签字。我肯定的嘛。就是我们到那个鹿祥谷那个梅花鹿那边，他那个还是每次接都会端个酒店啊，什么东西要给你吃的。在哪里啊？在酒店啊？不是，他自己有开的。他自己有，他在那个鹿祥谷。你找个时间有去的时候，叫他我们一起去谈。来，这里刚才叫他拍拍卖，看到了，对，一起去。这里是。是一个。另外的精彩大，那咱们接下来就讲秘方。好，那个咱们由他们王会长和这个咱们的 Prime Minister 江启的话共同签名的这个巨大的花瓶，我觉得在家要摆着，绝对是镇宅之宝啊。对，好，现在呢，我们的拍卖开始，起价是2000元。起价是2000元。Okay.$2,000 for this big box signed by John Prime Minister. 2,000, okay. Drop that to me. And 2,100? 2,000, 3,000. Okay.比3000还多啊，平平安安。平平安安3000元，有没有比3000再高了？有没有？3100元有吗？两位，五千好。For this big class. 啊，赶紧朋友注意啊，赶紧跟我们的这个中资机构打打擂台，把他们赢下去，有没有比五千元更高的？那个我们新西兰的企业，有没有比五千更高的？5000亿有没有？5000亿？您再多100元就打败他们了，5000亿。这个镇宅之宝啊，而且由咱们这个江启总理签名的，还有咱们这个黄伟章签名。大家站高一点，比5000还多，平平安安。对，你看这个黄先生，他一手拿着花瓶，一手还要跟我们说话哈，不要被中资所吓倒。来，5000亿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帮我举手？5100元。好，5000一次。Okay, $5,000 once. 5000一次。赶紧想一想啊，平平安安5000。这个可能大平台。您多少？您自己说一个，5000吧。Okay, $5,200.房子摆这个的都准备好了吧？而且还是发哈。对，那8888一次。And $8,888 once。哎，那边有一个先生，您是举手还是打招呼？注意一下啊，我还以为您举手了。那边有个先生举手还是打招呼啊？现在大家举手都要特别注意哈。啊。对，一定不能超过头啊！举手。对，8888一次。And $8,888 once. 2888. 8888. Okay. 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位朋友。Okay.
8888，谢谢这位这个匿名的善心人士。哎，好，请您上来，请您上来，请您上来，有请两口子都上来。但虽然那个支票是从夫人那儿开出来的，我看见了。嗯，放下来。好，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酒呢是由总理特别签名的，我们特别要有请的是总理 John Key 和我们的买家，我们一起来合影，感谢您的这份爱心，感谢。Please invite. And the Prime Minister, would you mind and come to? Please welcome. 放下来吧，放在中间，你们站在两边，好看，把这个拿下来，不是拿下来，放在两边。对，小心小心。You bought it. Yeah. Do you know how much? Do you know? Okay. Thank you.其实呢，这不仅仅是一个花瓶啊，这也是我们这位女士的一份爱心。8888元，我们将全部用于基督城的地震灾区。再次感谢您。